他可以用空拳把黑曜石打爆啊。对啊，就是要花一点时间。28、28，我们家楼下有一个红红的哦，有有有。怎么又在那里啊？哎呦呀！加油，我要清金石。好。不用担心，我们下面有十个，下面是机岩就没差。哦，他只能从其中一个地方挖上来了。嗯。哇，这个一直在飞，是不是？对，我来追他。是啊。飞行要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要飞，我只是蹲两下，一飞那么高。你设定的，你设定的，你设定的，作者谁做的哦？哦，是作者哦。是谁？哈基哈基，作者不是本基吗？啊？啊，二零啊，二零啊，你看，每次出来你二零都不在，对不对？哇，很会哦，还让人家去踢，有没有二零哦？有人拿到那把火焰弓了吗？铁矿山上有一个，没有，嗯，我没有。团团，我刚一放进箱子就不见了。团团上面，小木生那就好，在你身上吧，在你身上，是箱子上有哦。怎么又是他？我没有看到，没有，在我身上呢。对对，显示过。刚回溯了一下，哎，家里后面，哇，他叠高高哦。哎，这个叠是不是很强啊？哎，这个叠把死了。直接死去，直接把他射死，太猛啦！繁星也在钓鱼机，又一个，又一个，干嘛啦？又来了，要啦！啊，我都没等级，好可怜。要啦，我也没等级啊。你也盖个钓鱼机啊？东西吗？我三十，三十，放进去了。哎，他们也有，他也有岩浆哎。哎呦呀！嗯，捞我们岩浆吗？捞我们？对，我们刚刚那边做一些防御，对，被他捞走。真的被捞走了，很会捞，坏，我们的东西呢？小偷，小偷，小心越捞越胖啊！越捞是那个捞吗？捞捞一下吗？不行，再捞啊你哦！好吃哎，最近在逛啊，真的。最近明天有人说要揪吃海底捞，我还想蛮想去的，说。想捞，酱油直接挂在那青金石，他来挖青金石洞，就很狂挖。那你身上应该超多的，啊，完了，完了，完了！我有看到团团跳哦，对我有跳一下，快丢对面漂浮钥匙，快！漂浮不会算啊，哎，谁？快射他们，射爆他们！我在射他们，想办法射他们，太远了，射到一下，射到一下。射到就会跳一下，射到就可以了。有有有，射到一下，乱射有没有？晃动，再射到一下，射死啦！哇哦！哎，好有有有有，看你有吃有有有有，好像有，可以可以，快快加油加油！两个就超越了，哎呦哎呦，打平了哦，平了！再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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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盾可以挡掉火焰，这太讨厌了啦！你去射那个，哎呀，挡掉火焰，有有有 ，CD， 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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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演了，注意啊，时间到了，有了有了有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打歪头了，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大家没事，跳，解禁了解禁了，哎，这个又能挡得住吗？哎，可以哎，哇，你挖也挖太多了吧？没事吧？叮叮当当哎。叮叮当，叮叮当，他们家怎么了？他们家发生什么事？就嘿，哎，这样子，他们把家里对包得太紧了，自己骂就自己进不来。你这边射空箭会被姐姐挡下来啊！我在姐姐后面，对，你要带她姐姐前面。哎，可以挡哎，会哇，那真的超痛哎，挡门三十，嗯，挡。青金石箱那个箱子里哦，还有红石。哇，弓蛮痛的哦，他弓很痛。他们有一个弓超痛的。是的。哎、欸，挖太久了，再不要等一分钟哎、欸。你可以再多再挖久一点，你可以休息一下，飙到两分钟。休息一下，休息一下，飙两分钟。你看下面应该一整排坐的，那个超过九十个，超过九十个又变回来九十。第五阶段了，哇！谁从后面来？
态。为什么从后面来就是变态啊？变态。为什么从后面来就是变态？笨啊！哦，不舒服哦。所以前面来比较不舒服啊啊！前面来，然后他是前面来比较可以啊。哦，后面来没看到人啊，忽然间对不对？吓死人！对啊，我是不是我的效率是金稿在挖？对对对，我有放一个。我是刚好自己附到可以。呵，嘿，哇，木门好神呐、啊！直接扑过去好了。木门过来了。啊，我就用木门挡啊。啊，我被挡了。偷牛排出来。还好我刚偷牛排出来。偷牛排出来。从箱子偷了牛排。很可怜欸，我前面都只能吃红萝卜欸。不要、欸、我发现他们绿宝石的那个箱子他们都挖走了、欸、哦，都挖走了、哦、对啊，哦，哇，好好，他们其实有撞稿就对了，对啊，应该是有，哇，他的巧克力被打的瞬间嘿嘿嘿，欸，我需要更多的铁，我要再进去里面玩一波。好，不要一直打我，我一定要完成我的大业。哎、欸，有人哦，走走走！哦，这金也太多了吧！要死一起死！巧克力撑着点，我来了！要死一起死！要你哦！哇，我把我也全部弄到岩浆里了，而且我已经把那个有埋了很多了，让他们重新再去挖。嗯，嗯 ，Yeah， 快跑哦！你看他们窒息死了。他应该卡到那个黑曜石里面去，太坏了，太坏了，超坏！耶，我来重操旧业，黑曜石里面去吧。他断水是我自己人吗？我啦，我在这里，开门，我啦，我啦，我啦，厕所有人啦，我啦，我啦。那你要不要吃沙地瓜？哎，不要，吃沙地瓜，不要。哦哇小雨亲人啦、啊、亲起来喽亲亲亲亲亲亲起来亲起来哇哇哇哇哇哇哇真可怕哇塞哇塞他两剑别被射杀了两剑哦哟他那个很痛的哦那只狗狗很痛你也喷泉你也喷泉接喷泉，接喷泉！不行，我是手加的，可恶！对不起，没有过来吗？我在过中间，可以来吸。有，我在吸了，我在吸了。来吸，来吸，来吸一下，来吸，来吸。灵犬吗？两九九九。灵犬，灵犬，来吸，来吸。一个空装的往右边山上走过去，好开心哦！哦，他们都没有人来啊！要开始喽！好，来哟！再来，再来，再来！嘿嘿嘿，当当当当啊！好，等我！要不要留一点啊？哎呀，没有没有没有！我停了，我停了，我停了，我停了！再加，再加，再加，再加！可以数一下，他要帮我，他要去谈一下，去谈。好，啊，那个直接汇款到我账号里面啊！他们不能死哎！储值啊，储值、欸！多个三十，好不好？好，好好好。哇，小雨又又是他，同一个人啊！同一个人，对，都同一个人。怎么又是你啊？二十七，好疼，好疼。当 QQ， 几率很低耶、欸，所以他有没有从家里拿出一堆东西，想说我复活啦？双强强舞哇，乱搞了，难怪他们攻这么痛。对啊，踩到自己了。上面哦哦是是，有没有食物？食物、哦、没有。我回家，我踩到两次。啊，有够毒，有耐久啊，蒙勇。啊，还有没有隐形？海洋洋就先玩啦、啊。我要哪个食物？还、啊、有没有铁啊？铁没有哎、欸，我要三十个，谢谢。我只有二十一个，我才刚开始挖。铁好像都没有。可以，你要不要拿黄金拿去换就？拿黄金去换嘛，好像也是个半铁、啊，可以啊。你可以拿钻石去换啊。我们在挖钻石啊。有人好像又在铁矿上了哦。
欸，裸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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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啊，小心裸体的，小心裸体的，快快的事。我要一些黄金，谢谢。他在往岩浆那边，啊，上去了。真的强武超痛哎，两下我就死了。哎呦，没有在跟你开玩笑啊。双刀流啊，杰瑞。呀哦，凶巴巴。我用露米这样玩一波四招。没有，这没有装哎。没有装哎，而且那颗还要配按钮哦。你有按钮或拉杆哦。红石钻也可以啊。真假？那我没有。打野。拿红石钻，拿路边砍一个砍一棵树，弄按钮就好了。嗯，对对，做一个现成的。我的挖矿。你为什么要翻身？不要翻。我在看到还有人在打西瓜哎。哎，我站在门里面不会震哎。夹，我被夹了。我没在震欸，好奇怪哦。哦，你不够震啊，团团。对啊，我不够震啊。啊，假了。因为我是侦测你，你脚底那个位置如果是空气才会震。哦，我在门里面。哇，哎，他们家岩浆包覆术哎，其实也很帅。他们回不来了。哦，那好像哈基，哈基脚下。脚下怎么了？桥下，桥下，桥下，桥下。啊！救命啊！我的钻石，看到了，没看到了，他掉了。只是来玩一下而已。哦哦哦，好，那我继续。哭喊完了，哎，要躲要躲，要躲，这个很强啊，这很痛啊，这强五的攻。那你在哪里？中间桥。Q 的那个 Q 什么还好的 ？Q Q U A 什么他们有人在守门。黑头有，他们有一个。哎，跟着跟着跟着，小哎，弓箭弓箭痛，被刷掉了，被刷掉了，刷掉刷掉。我的强势啊，拜托，我也很强的哦。哎呦，好，你有没有木头啊？可以木头。他们家挖空了，不能玩了。挖空了。他们终于换那个了吗？换方式，换方式了，是不是？对。可恶，可惜，下面需要需要木头啊，我自己挖。露米在干嘛？偷窥？你在偷窥什么？露米，想东东放屁啊！TNT 把你们两个一起炸死！TNT 炸的也太霸气了！啊！有！还是有挖到，还是有挖到！露米去炸他们家门口。好。好了，我想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你想，你想种他们的甘蔗吗？没有啦，我只是。我只是想让我身上都钻石，我只是看戏而已。哦，啊，刚有加哎，我都要。哎，你前线是不是有人啊？啊，白痴啊！看个戏也不行。回来了。我刚不小心，哎呦，中了你钻石中了哦。哦，小雨，钻裤要给你的，我穿到身上消失了。啊！哈哈哈哈哈！钻裤了，钻裤没了。哎，他先回去。在在在。饿爆了，饿爆天。哦。哇，今天很会饿哎。哦，这个手度刚刚好。又来又来，哇哇，这个赞了赞了。臭死了。他好强哦。特效。哎呦，怎么到处都是岩浆啊？走走走。我应该可以再挖一波吧。隐形隐形隐形。哎呦。好了好了。那个是刺客，他刚也从背后打我。对。小坏蛋。坏坏坏人，喂！哎，好像又来了，他又来了。导游，你在干嘛？我在陪你啊。啊！哦，哎呀，哎呦，傻逼！我们要下班了，下班了。耶！我满足到我的虚荣心了，哥。耶！我很开心，我今天挖了。这个人是怎样？哎，这么多。呀，有啊，还蛮多的，挖蛮多的。阿伯，你怎么了？应该看看他们家，那应该他们自己放的岩浆吧？嗯，应该是岩浆。哦，好多，拉我们那边。哎，他们很乖，他们附魔台在二楼，哎，他们没有穿外衣。然后书柜也是跟着去放。其实可以隐形柜就可以把它全部挖走了。有挖过一次啊？哎呀，然后很乖的放在上面。乖乖宝宝 vs 坏宝宝，坏宝宝用 bug 拿岩浆过来，
坏球。对啊，你看他们那个绿宝石那里有够坏的，傻眼。好恶灵作者哦。哦，一堆黑曜石在那边挡着，还是跑去地狱玩一群人都去地狱了哈，真的是，好像哪里怪怪的，坏掉了，好奇怪，一点地图，获胜，获胜，以前的地图真的是。恭喜！恭喜啦！爸爸爸爸爸爸爸！哦，最高喷装数，哇，一次喷了19个，也很厉害呢。19，哇，原来是长这样啊！看一下哈。好啦，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卡，我看我自己是很顺欸，对吧？我今天其实就断了那一次之后都是绿灯啊，怎么会卡我不知道，奇怪啊，算了，再撑一下之后就改 FB 了。好啦，感谢今天收看，今天也没做什么啦，就是在钓鱼，想说人真的很多，就不是，就感觉不太需要太多人啊，所以就想说用钓鱼，你看还结果还是赢了。好啦，感谢今天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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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